啊，《弟子规》里头也如是，有戒有威仪。啊，都要懂，都要能够知道。在什么样状况之下，因为因人、因事、因时、因地不同，表现不是一个代表方法，活泼的，活活泼泼，德行于外，内外习气。啊，表现在外是你的德行，总体原则。是要给一般大众啊做好样子的，这个要记住啊，特别是威仪啊，是做给别人看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别人没人教他。他迷失了啊，啊，见人不失一点笑容，这不费什么事啊，为什么把个面孔板着看人，让人家觉得你很难看啊？《大乘经》里的佛常说，菩萨所在之处啊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你为什么不叫众生欢喜呢？啊，为什么不学学弥勒菩萨呢？啊，一天到晚笑眯眯的，给多少人结了法缘。结善缘，结法缘啊，就在跟大众接触的时候啊，随着笑面不要吝啬，要多布施上